先看到呢，我这边呢有一副扑克牌，每一张都有，每一个花色都不一样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整副牌呢，我在拨牌的时候呢，请你任意喊点号。OK， 好，就停在这边，就是这一张。好，我在这边呢，牌垫底下呢有准备了一张扑克牌，也就是我今天对你的预言。你先看一下，你停的位置是什么？是这一张。哎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颜色一样。没关系，我只要在你面前轻轻的、轻轻的，看清楚，轻轻的就会变成了梅花 A。谢谢。